炸死了，炸死了，炸死了！那你可以拿吗？不知道，捡不到。你是自己炸死自己吧？不是，我炸死二零，但是捡不到。不是，二零不是国王啊！你炸死二零，你是国王啊？怎么你刚不是二零是国王？哈基一直都是国王。右边积分板哈基都写的清清楚楚，二零从头到尾一直在冲。垃圾。国王手上会拿什么？旗帜啊！我已经破功了。你不用那样玩，你不用那样玩，你慢慢弄点装，好不好？弄点装。好，强的。有钱了，有钱了，弄装，弄装，有钱了。强的，强的。哎，哇，好强，好强！他们武器很痛哦。嗯。我先去一直乱他们。我们有很多钱可以去用。看我在弄他们家。我在玩他们家的矿坑。行。米菲，你在干嘛？他玩矿坑，他玩他们家的矿坑，他这样讲，他对方很当矿工，可以，就去楼上喷个，我发光一下他们好，好安全，在他们家附魔 ，OK。我怎么喷到一半突然多一组经验品？我的，我给你的，哦，不要发，没关系，你们就慢慢来弄，我就持续明起冲，好，争取时间。九，那零在上，哎，要回来了，十秒，八秒，杰克差一点，嗯，那个繁星的那捏没喽，哎，哦，啊，没办法，等下可以穿一下。哈记700-600，我们等一下可以先领光光。好，等一下先领光光，不然啊，中间我现在没有用，你要先回来，我转出去。反正你要去抢那个保险柜，钱可以放在里面。我们现在弓是够的吗？就再用一下，还有那个装备。哎，那我先用装备好了。我先买一波，看能不能弄到失明。你看，哇，我先摔，哇，我没血。先。我看他很勇敢，我就哇，可惜，好不容易用了说。哎，喂，你这么大吗？哎，哇，这好卡啊、哦！好卡，炸完之后很卡。牛排有牛排，差一点点，偷袭！哎、欸，不是，我们竟然是被清零了。那个米菲，你的装已经那个下降到我的闪电装，你要再去重新会下降，重新去升的，要重弄的。嗯，重新再练，好满哦。对，箱子有放一件保护自己的胸甲。哎，怎么胸甲组都在里面啊？把它拿出来。米菲，你装备还没升，你先升吧。好。对，一样。哎、欸，哈基在挖上来是不是？哦、那不是装备是多强啊？不是那个是谁啊？哎，哦，干掉啊！可惜，捡到血球就可以来反弄一波。小哥，你身上要不要带一个炸弹？这样子，就是炸弹、哦，可以啊，我带一颗就好了。那他附近也要有人帮他捡啊。炸到别人的话，直接死、哦，至少就是捣乱他们。哇，那个团团的武器还蛮痛的、哦，砍一下我就半颗。嗯，一半。因为你先弄一个衣服给光。有啊，衣服放在那个箱子里面，保护室的。保护室的。关系，你可以先拿。哦哟，一炸开的一个。帐篷。他们又在炸帐篷哦！完掉了，我真射不到他们。你那没？我是。不，没事。哦，身上是有。这又差一点点。上面可以抖那有个两三颗吗？哎，好，有。有没听到声音？哎呦！吓死！米菲，我们需要你。怎么了？在外面，他们人一直来，你就过来跟他们打，守护我们的地方。好。
哇，开炸了！让他们一直炸，我们现在分数差不多了。嗯嗯，哎，这也不公平。哎，食物源可以再可以团团在你后面哦。哦，是啊，团团死，团团死。哎，你远离我远一点，我有那个炸弹，看可不可以炸到他，看可不可以炸到他。哇，没有，真的，那个炸其实要炸到还是有点小难，那个除非没看到才会炸到。哎，他自己两件，哎，回家了。有秒，有秒你啊，雨月，生物保护啊，就免洗互打。雨月哦，雨月哦，哎，看20了，我也想下来啊，不给下，我锁链了，我去升下，啊，是是吗？哇，20把他炸完，有我把他炸死了，没有我把哦有没我把他射掉。阿基，可惜他丢了，他刚全丢了。阿基吃效果啊，无敌那边丢血，丢，对，他都会玩这样。雨月在射你啊，光。我们可能要想办法领先个500分才可以哦，因为他们钱很多。小心哦，他们开始那个，这箱子有好多东西。哈基这边有机会哦，我有炸弹。先把一些消耗拿出来。残血！哦哇哇哇哇！啊，你是谁炸死了？哪里来手榴弹？没注意到。我帮你捡到一点。小雨快跑！对，我在跑了，好痛、喔。弓没捡到，有捡到了，捡到了。我放在那个帐篷那边的箱子，打不开。我直接扔给你，。哦，哎，好痛啊！我走不了。小雨是要活的吗？我在前线，可是我走不了。桥被炸烂了。哇！不是你怎么走到前面呢？不是那个桥被弄掉了，不然刚可以回来。那个右边弓又给他们拿走了。但是家里面还有强力3跟强力4的。哎，痛！那你们撑一下，我现在换装备。选项第一排是还可以的装备。他记在很前面。对啊，可是我也出来玩啦。血量，他血量拉得回来。他有那个无敌。他用掉了吧？用。他用掉，他刚刚用掉了，他刚才打我的时候，他那个很那把弓也是强的，小心呢。嗯嗯，记不痛。他一在很前面哦，他在那个。哎呦，被烧到。他在那个底下。哦、嗯，还有他们应该没拿到我。嗯，衣服没有拿到。哎呦，我刚刚这样，他刚没拿出弓哎，哇塞，那个这个。他们的不对，我没有斧头啊！冲啊！哎呦，红色斧头，隐约是不是？啊，对，我来辨认一下这是什么字？妈的！上面啊，有人想烙上啊！我看到了，一下。哎，蜜子不是，手榴弹啊，小心手榴弹啊！他可能要手榴弹，他怎么卡住了？他应该是想要炸直升机啊！来，是仙人掌，仙人掌！有，他们发光，他上去了，他往爬。你选这装备没有防弹，比较麻烦。你刚说完我就死，我回去弄弄看。衣服跟脚脚，你看可以附个防二就可以了。先试试看有没有。没垫脚石。他还射你哦，小心啊，上面的。我知道。一大团哎。两个人哦，有两个人射你哦。哟，这样也行。旱季，旱季，小心哦。旱季会没吃的。哦，旱季的话，旱季可以剩下打下。哎，手榴弹哦，他这颗有。焦哇，这样射不到他，可恶！
暗记，想说可以趁借我一点钱，我买个青金石。求火焰。重点是他们还有1100块。嗯。有没有牛排啊？我换掉。我刚刚买的，最前面第一天买的。哦、都是保护、嗯、米菲你可以把钱领出来放那个嘛保险柜你小友的衣服都被你吸走了免洗冲对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换一些炸弹有知道吗好你就不用带太多一次带个5-6颗然后我们去弄帐篷、嗯、好那我现在要丢钱吗对，你就拿钱领出来，然后放在那个直接放保险柜里面。点右键才可以开。哦，领又来了。对对对，保险柜。好。保险柜是不是那个剩一点点的、嗯？就是那些而已吧，对不对？快满了。嗯。我先把一些投资和保护的放进去。看看他们在玩了。哎呦，他两个方块哦。那我去挖，我去挖。20。哎、欸，要不要有手？哎、欸，哇！啊，可以。20我杀死了，20我杀死了。吓到我，刚刚只是瞬间，赶快先把无敌丢出来，一直狂丢哎、欸，怕爆！哎呦，失明了，我变废人了，掉了。他们钱领光了啊！管制啊，军火管制，管制。完蛋，他们也是一样。我一失明，我会直接。20是不是早知道有金箍管是把它丢光啊？哦，不行，哦、是小童子喽，作者之力哦，以政策到危害，哎，政策到危害啊！你可以看一下发光的人好吗？发光，哇，是啊，我怎么都看不见啦、啊？你没用到，你连发光都没有吗？最左边的装备，最左边米菲，对，你莫名其妙说让你踩到仙人掌，你知道吗？哦，你不要装材质包，米菲装备，米菲装备可以给一下吗？不要装材质包，我是怎么走出来的？你这样啊，好多活尸哦，太离奇了吧！啊，怎么又失明啊？你为什么会看不到啊？你不要装材质包啊！不是，我没有装材质包啊，它是有那个夜视加上发光，不是夜视加失明的 bug 啊。我不会啊，你就是一定有装原始的，不会这样子。那你就安静就好了，你会干扰到我们。我现在看得见了，不用管。花了10分。那个箱子有一套都是防弹的。啊！哎呦，路过西道。哎、欸，伙伴，有没有人带一些手榴弹？哇，我们没钱啊！没钱，很穷。没钱的，带叶装。带叶了，87元。要再下去挖一下吗？有啊，有钱啊！分钟有钱呐、啊，那个箱子有钱，你定好，你也是可以跑的。我领。Yeah. 小雨，你看可不可以带一些？带一些吗？你们血量够吗？好，就每次像我刚刚说，每次带了3-4颗，箱子里还蛮多钱的。对，我换一点雪球。那是哈基吗？哪里？哈基在中间，在追杰瑞。谁？不是，那是米菲。他掉是米菲哦。干什么长得这么像？中上中下。怎么不像啊？哦，吓死我！哇，他应该是有无敌才敢这样。嗯，我也过去了。好，不用炸了。阿炫，啊，摔死！哎、欸，有炸弹！无敌，上面二零，小心啊，小心！他是有无敌，他有无敌。他无敌，他一定丢炸弹就是他弄无敌。他传走，在我们家，我们家，传到我们家，他送子，上头。死了！快！死了！快拿！啊，我也死了！给你们！那个，你继续去乱他们！我捡到了！好，小雨回去放，有的炸我！两个都回去放。隐形兵！你往回走，团长在中间，团长在中间，你们看到他？加油！我们家守在我们家门口，你赶快复活啊！团长在后面，小雨后面。我没事。不是那边，你出事啊！出事了！没关系，我在。没事啊，我还没见死、欸。捡到！我修上。有两颗。有。两颗有哈。嗯。好，放进去。放进去。好，两个都放了。啊，有分。那个我
繁星别走，那个装备我看一下有什么。发现是鸟，不用拿，我拿到了，就一点点，没关系。哦，团团的、啊，